周慧敏呢日为揭幕礼担任嘉宾，佢就话结束活动之后就要全身心投入准备即将开始嘅巡回演唱会啦。咁会唔会再邀请汤宝如同黄兴平带美少女战士嘅组合俾内地嘅歌迷呢？我不能夠暫暫都打攪他兩位的、我都不好意思，但是、今次因為是內地場的開始啦，所以第一站 很榮幸、可以請到黃興平和湯寶如再次跟我一起、表演美少女戰士咯。那我想觀眾都已經很開心了，知道了這件事。其實觀眾沒有想過我們二十幾年之後有機會再這樣表演的，而且將我們的表演帶到去內地呢，都是第一次，是我們三個人的第一次，所以大家都期待，因為是真的好玩的。還有我看到他們，即我最近在忙剪片嘛，因為我在製作個演唱會的專輯，看回那些片看到他們哇升上台正好像火箭一樣彈出來，我覺得很好玩咯，我很想我也有得這樣跳出來咯。另外讲到日前 Vivian 首次上音乐综艺节目，她坦言由傾到真正演出只有一个几礼拜，时间劲紧迫啊。都见到一些朋友是香港的歌手朋友，他们都玩得很开心，所以、今次适逢、我是有一个时间可以做到，然后就成日都会很多 fans 都说希望看到我、上内地的节目的，其实我也有上过，但是你说如果是这么认真的唱歌节目呢，就这次是第一次。其实他们去年都有邀请我了，因为去年就撞了要准备香港演唱会，所以啊做不到做不到，他们又没有放弃啦，今年继续找我啦，然后很有诚意飞来香港跟我谈，但是真的没有想过由谈的过程到做呢，是一个星期多之内要完成很多事，还快过筹备演唱会，即是很急的时间之下完成咯。的确是有令到我有一下肾上腺素上升咯。哎呀、有些想要不要不接呢，这样即是想缩沙的。